会继续怀孕吗？不会。姐姐，他已经绑起来一年多了啦。如果能够突破重围的话，我也佩服他了。如果没有绑起来的话，早就怀孕了。我会相信。哇，第一次那就在我的老师够小贺啊，就看到这多清纯啊，不知天高地厚的这个黄毛小子。其实我可能相对起来跟嘉伟跟琪琪比起来会比较短一些。我在明视的头三年成家，现在回锅的这三年在立业，真的很谢谢明视。那一千回凤凰，我就连拍了三档戏。然后我现在在休息，然后准备接下来的市井豪门嘛。对啊，对啊，真的很谢谢凤凰艺能还有明视的照顾，然后让我们夫妻可以在这边一同受到对一同打拼，受到他们照顾，然后照顾好我们的家庭。嗯，对，会继续怀孕吗？不会。姐姐，他已经绑起来一年多了啦。如果能够突破重围的话，我也佩服他了。如果没有绑起来的话，早就怀孕了。毕竟我们对从美国回来嘛，对不对？还是绑了才敢去的。太不好意思了。没有，这夫妻一起，我们第一个蜜月啊，这个，对，我想大家结过婚的大家都可以知道。导演，导演你在旁边傻笑什么？我也绑起来没差。是他推荐我去绑起来，绑的。导演，交团的。对对对，是不是有点热？我觉得这个。有，瘦多少公斤？12公斤吧。是有刻意要减肥哦？没有，你看回来迷失都是仙女，我怕就是拉低他们的颜值，要把自己赶快回到巅峰才行。所以现在有到巅峰了，你觉得？快了，快了，真的快了。现在是几公斤？现在84，再2公斤就可以了。是多高啊？187。那回来有什么要克服？没有欸，就回来就很谢谢这个我们的赵总跟我们的Nelly姐，他们等于是你也知道之前我跟明视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比较不会说话，对，那就是这两位长官拿着自己的前途保我回来，对，所以我很感谢。那回来明视也就是真的就是如我想的，他非常有制度有伦理，那所以说在这方很多方面让演员能够安心去做表演的事情，所以就真的很好。看小童来这边13年啦、啊，所以我就也是对不对？我刚去有台的时候刚遇到你，然后你就后来你就来凤凰了。你看这一路的发展，其实我们都看在眼里，被照顾得非常好。